这边，刚才没有打到我。怎样的，陈彪？来了，我跟你说，在广东话要怎样？太阳太。为什么？我在外面站多久啊？来，上车说。什么说？什么说？上车 king。上车 king king 怎么 king king？ 上车，快点。同志们，上车。舒服，吹个冷气，好说好说。我请问，是干嘛要用广东腔？你可不可以不要一天到晚在用广东腔？我喜欢用广东腔。你给他们公演了吗？怎样？我喜欢。怎样？最近木曜不错 ，OK 啊，赚了一点小钱。我老板呢，是大破大立的，赚的钱他就是要投，所以他把办公室退租，把赚的钱全部拿来买了这台车 ，Toyota Land Cruiser， 掉。等一下，怎么样？所以他这样叫做赚到钱。赚到钱了。公司其他有40几个员工，回家，老板娘回娘家，轮流坐这台车，所以你也在这个车，我住在这里，也可以在这个车，在这个车，你们就三班制在开这台车，正在开这台车。那到底是怎样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呢，这台车就是我们木曜的战车。就比方说，我跟邀约要出去，可以约成那什么那个什么，对，排班呢？排班吗？看轮不轮得到。还有其他人会借吗？去的有时候借，因为他们付了。没有，你也可以借。因为他们只是回家去的。你要到底要怎样？我跟你说，今天就是先用这台车，然后再赚到一点钱。等到我们把办公室的钱再重新赚回来的时候，再重新开工。所以今天我就是要。到这边为止。对，跟大家宣布，虽然说我们是买了一台新车，然后但是我还是要宣布，短暂的在这个暑假的期间呢，木曜四超玩解散。农粮署一定要拍，为什么？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单位。可是你说那些优良厂商没什么好拍的，都很无聊。优良厂商在哪里？它里面除了有参访工厂，不要再讲什么乱七八糟，就是要拍的啦。还有在38度的高温下去，三十八度只比体温高1度，没有问题，可以拍。反正厂商什么要求你都 OK， 对。不是，反正要配合嘛。人家天天呢、欸。人家天天我们才去这样探访一次，我靠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想这就对喽，是不是？我靠，我们根本就是打酱油去一下，我们只是去混而已，是不是？根本没有什么，能不去就不去了，没关系。好了，那出发了。我再问你一下，那你说，我广东口音怎么不见？我在想说，我也忘了，是不是街道就不用讲广东话？街道就不用讲广东话，没有钱。走啊，我等你开，走啊，来啊，走啊，来啊，快来啊！你开我还不敢开，我来开了，走开了，不用，来，我来。便宜一点嘛，比计程车便宜。所以我们在等台哥就对了。台哥还没来。台哥还没到啊。今天这边，哎。好。大家走了，好不好？哎呦。走。哎，辛苦。所以刚才来是你的车。对啊。你又载他来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。你讲。是什么情形？两个人录影，他从你的车上下来。对。上一次是凌晨4、5点就算了。对对。这次因为上次他的中午，上次凌晨4、5点，对不对？这个交通不方便，我想说，那就是他们家接他。这次是因为太远了，我不方便坐车。对，然后最主要上次因为是今天是中午嘛，昨天就干脆在外面过一个夜。就是你跟你的车昨天在这边过夜，然后公开了是不是？没有了，最主要是这样，因为这一趟大概赚850。好了，哎，这段不一定要播了。每次我每次讲说要剪掉，你们没有一个剪掉。我们以后千万不要讲要剪掉，你不要讲，那还有可能剪掉。这段一定要留着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其实是我小时候梦寐以求要来的一个天堂。我猜一下，越南店。你小时候的天堂，我是根据这个线索。小时候哪来的越南店啊？好不好？乖乖。刚快乐，乖乖，营养好吃，乖乖。你已经破题了嘛？讲就跟各位讲说，我们今天来到呢是乖乖的厂区，真的不得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只有在吃乖乖，我从来没有来看过说这个乖乖到底是怎么做成。那我们一定要介绍一个来宾进来。谁？我跟你讲，一二三，我们跳一下。这么快？对，来一二三。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哎，不能讲，不能打观众。哎，算了，好，我来，家里，哇塞，现在，不行，你打我，我还真的要打你，这一定要打的。哦，没，这样，你先起来，
今天我们来到您的企业啊，真的不容易，50年呐、啊！你有听过乖哥的故事吗？因为他的出身是有一个沧桑的过去。怎么说？他可能是有一些江湖味的。是哦。你看手指只有4根。OK。人家也断了。不，梁哥牙齿。不要再闹了。不要闹了。我讲乖乖企业最难得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你说。我很少遇过一个这么老的企业，但是他竟然比你小。他才50年，他也没50年。乖哥可以比你。好，我想真的不简单，跨世代的一个奇迹。泱泱也是吃乖乖长大，就连你都是吃乖乖长大。什么叫就连你？好像我不能吃乖乖长大是一样。你吃乖乖的时候还在打日本呢、欸，你看我看多久以前？不要再乱讲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我要问你了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乖乖的原料是什么？乖乖粉做的、啊。然后乖乖粉泡水就变乖乖水，乖乖水后来就放到针筒里面就乖乖针。乖乖针啊，对。什么时候会打乖乖针？你介绍一下。当兵入伍的时候。马上呢，我就帮你介绍乖乖公司研发部的经理。而且乖乖就3种口味，五香椰子巧克力。对。我也不知道他在研发什么料。要见他不容易，要跳一下。跳一下。因为这边太热了，想要去里面录。我们现在要去见研发部的经理，跳。我没醒。您别再跳，你就拍他。永威，你现在真的是很自肥哦。看一下，哎，看你个头，你跳一下。海哥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个研发的部，很多研发的部。你知道乖乖它的最初的原料是什么？有高粱粉，有米粉、玉米粉，哪一个？应该是玉米粉。谁开始？恭喜你答对。玉米粉来自于哪个国家？啊，不是国产的。我来研究一下，有点像法国来的。恭喜你！你们要干脆跟法国人一样见面，先法式升温。不用，不用吗？不用，完全不用。我就可以百祥代替。你有听到那句话吗？他说他可以升温，但是百祥代替你。不用百祥代替，我没有代替你。哎，你们这样不行啊，乖乖。你可以帮我们打乖乖针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来自法国就骗你的、啊。可是他造型跟海边冷屁很像。海边冷屁就是老董事长最喜欢的一个人，就变成法国的玉米粉。台湾的海边冷屁，真的假的？墨西哥的帽子，对啊。我们问个人，问个研发部的经理，好不好？欢迎郭经理。你好。我刚刚讲的这一段小小的历史沿革，到底对不对？是真的、啊。是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跟墨西哥的人有关系吗？墨西哥是因为那一届的奥运是在墨西哥。看到没有？哎、欸，我全部猜对耶！也就是说，拉古嘎拉加，拉古嘎拉加。那经理，请问一下，桌上这么多包乖乖是怎么样？帮助农业的发展，选用米为原料来开发的。哦，所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都是米的乖乖啊。对。那像我们大概有没有一个数字，比如说一年需要开发几款？可能会有10几、20款，像我们因为第一款推出的那个米乖乖热销大概有15万箱，15万箱换算起来大概是50栋101的高度，50栋101的高度，所以关山、哦，我现在懂了，所以你现在每一个开发出来的东西都是当地限定款，哇，哎，这很像日本的操作，今天就要买不到了，今天都可以拿。我忽然突破一个盲点，为什么它的基底要换成米？它还是可以用原本的玉米做，为什么要换成米？你可不可以等一下？对，你自己吃。为什么换米？传统乖乖是用玉米粉在高温高压它挤压生产出来，然后会选择米来做这个原料，是因为米比一般的原料更营养，而且更容易消化吸收。OK， 今天呢，这个最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接到这么多乖乖，原来我们在各县市或各个不同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乖乖，也帮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做一些推广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难得来到乖乖，我们一定要请他们展示他们的厂区给我们看，乖乖是怎样做的。没有，不是我刚刚这样一眼望去啊，是我看他们每个男性的员工感觉都很乖。房子，我还是不讲了。他希望你乖乖，我不能吃太多，因为我现在太乖，已经很乖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换装，我们
区看一下，机会难得。厂区看一下，这个老子。谁要？玩什么？玩你自己前面的梗要干嘛？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没穿的那个衣服，我就忍不住想起我以前在医学院读书的。你以前在医学院？不要闹了，扣子扣好了。你刚才我解开有多好笑？来不及了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对，产线。我们里面对那个食安卫生是很讲究的，一定要要穿那衣服，口水要遮住，避免毛发掉落。好。哦，那这边也有毛发怎么办？你知道眉毛掉落，你要不要说也担心睫毛会掉落这样子？好，没有没有了，好像看不见了。不要再闹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去看了。Check it out. Check it out.不相信的话，你听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这里就是我们乖乖的冷却室了。刚刚经过一连串的这个烘烤啊，好冰汤，它就是冷却。当然了，这边的温度跟那边温度该差20度。非常凉爽。他跟我跟你说，他让你体验一下他们所谓的金属探测器。有人坐一坐，像你可能鬼气会掉进去，然后混到乖乖，你要把它验出来。那我能不能接近？那我接近，我就会被测出来，重金属含量过。嘉玲，我知道，你就趁现在去测一下。好，我们过来检测一下了。有金属，就像刚刚那个反应，对不对？金属断源的人呢，你靠近就会叫。不是你手伸过去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事实证明，老人身上的汗里面有金属的味道是真的。来，来，来，因为叫一个学姐把一些金属探测都拿过来。拿出来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所以并不是我身上的重金属，好了呀，乱闹。其实我这个带尾戒进来也是不对，因为我没有在操作，所以他们的操作人员都不可以带戒指。谢谢啦，哎，这个陪审法官的成哥 ，OK 的，听到。我在帮鸭把脉，不需要，因为湿气太重。我是我是隔着衣服在把，我是刚刚这个手指就在这里，我手是这样子翘着，对，没有动，是翘着帮他把脉，没有动，没有动。所以你现在怎样？把脉完之后要开药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是一个象征，我们要测的就是乖乖的最后的湿度。所以我刚刚帮这样把的时候呢，我知道你现在湿气太重，太水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太应该是太水了。好了，再测一下湿度了。哦，好亮了。我们要百分比多少以下的？2.5以下。2.5以下。2.5以内。2.6。2.8。是0.3。哦，是0.4。哦。
这是刚出炉的乖乖啊，好不好？哎，有点，小时候的味道又再一次重现，然后它又重新升级。吃乖乖真的是吃回忆耶，真的。我跟央央居然有共同回忆，这件事情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。我都没想到。成功吗？你爸会想到吗？我爸也是乖乖长大的。好了，就这样。今天很高兴啊，谢谢经理，要带我们了解乖乖生产的这个过程。那我现在私底下问你，然后先看好了，不要拍，我就是我们出一个我们节目的乖乖。可以吗？想说我们这样印刷一个东西，要印刷2000张或几磅，有这样的规定吗？主要就是包材，它包材印制的最小量大概就是30万磅。那就是我们可以帮你们测试说一些样包啊，让你们在节目上。我靠，你这样讲来，然后讲的我们没有耶。来，你讲来，来，你说，你说。特大包，多少钱？你讲，多少钱？特大包，你讲，你讲，你讲，多少钱？你讲。10万包，好了，说可以优待到。好，10万包好了，多少钱？你说说，多少钱？你讲，你说，你说，你先讲。来，你来，你来，这位经理，这位经理，你这样，你讲。来，你坐。你坐。好，多少钱？你讲。啊、你偷偷在每个耳朵旁边讲，不要把它念出来。好了，白哥，今天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我的脚真的。乖乖真的是我们这个几代人的记忆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很高兴乖乖能够跟我们的很多的农业方面的一些结合，推广我们台湾的农业，好不好？谢谢乖乖带给我们这么好的，谢谢乖乖乖乖乖，耶，结合。怎样？感觉好像很自满偶像，是不是觉得郎才女貌的感觉？不好意思，不得不承认了啦，真的是这样。台郎虎豹，郎才女貌，好不好？哎。我们是第一时间马上转换地方，哎，是。刚才我们在看的是捧米汤啊，现在我们要来一个真正的，这个把米的原型，把米的最好吃的部分呈现给你的。用米煮成熟饭吗？用米煮成熟饭吗？啊，没事。这家呢，其实叫喜生，大家对它的印象可能都是米汉堡。它是最早在 Costco 就有卖米汉堡的厂商，对，甚至连我都吃过。但是其实我跟家这家店的渊源其实很深。跟他们德国的老板，跟德国老板生米煮成熟饭，全部煮成熟饭，好不好？一锅饭。然后他的这个手底下的一个可以算是重臣啊，重臣叫 Chris。你跟 Chris 生米煮成熟饭，我跟，所以那时候我出的那本书啊，还是他们的大力支持。哪一本书？叫台客好吃。台客好吃，哎，这么我都忘了我的书本名，结果是我记得。好了，不要再放闪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去里面找今天呢 ，Chris， 我已经请他到现场来，欢迎 Chris。老辈，我在出书的时候，都他们这个大力的帮忙。不要动，来个蚊子，没事。是真的，到时候掉，观众会证明我的清白。等一下，我要知道一下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一个参观的一个流程。我可能会介绍我们整个米汉堡的一个生产线，然后让大家知道说，哦，其实我们吃的米汉堡是这么的安心。是 ，OK， 好不好？然后因为我们的话有跟那个农粮署被辅导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是第一家就是产销履历米汉堡的加工商，真的认证。可是我从未查过任何人的产销履历。像我们现在跟 AM 感情这么好，我们也不可能去查他的什么产销履历，是怎么把它做出来的，不需要知道啊。我也不方便知道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等一下就去看一下，产销履历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米汉堡 ，check it out，yes。看到没有？我今天全部都是蒙面侠的装扮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让什么头发啦、唾液啦乱喷，对不对？很注意我们的这个服装，小心。眉毛会掉进去了。对，好，可以，好，然后把它剃掉，这样可以了吗？我出去变成一只蛤蟆，你在高兴了吗？不过蛤蟆有睫毛吗？蛤蟆没有睫毛吗？蛤蟆也没有眉毛，笨蛋。蛤蟆也没有眉毛。没有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开始从洗米开始。请问你们用的米是台梗9号、台梗19号、浓水溪146号？我们是用台南11号。台南十一号。台南十一号。可是我今天因为我们是做产销履历的商品。所以我用台湾最高级的米，台中1945，台湾目前最高级的米，对，最高
台中一百可乐哦，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洗米槽，对。浸水浸三十分呐，我们再进到做水锅的做铁锅里面，然后进隧道，让它进隧道去。大哥，没有任何一家冷冻的米块的加工厂会选择用铸铁锅，因为速度慢又麻烦，成本又高。是，对。看一下啊，就在那里了。这很烫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烫。那请问有这个铸铁锅是空的，然后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这烫吗？还好，他有练过铁砂掌，所以没有关系。不烫吗？靠这还不烫？哈哈哈哈哈！不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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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要问一下啦，像比方说用这样子的煮出来的饭跟电锅煮出来的饭，你真的吃起来口感上真的有不同吗？用铸铁锅煮的话，它的受热比较均匀，然后它的 Q 度都是均匀的这样子。是。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饭是这样子煮的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饭成品出去以后呢，它是怎么样一个一个成型，然后那个肉又是怎么样的把它塞进去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每天这样大概可以生产几个饭团？大概2万到3万。每天啊，对啊。如果光打这个米饼的话，6到7万片。所以一贯的流程是铸铁锅把米煮好，生米煮成熟饭以后就倒到那里面去。那我们有荣幸，比如说这个环节可以让海哥体验一下吗？海哥，你要试试看怎么把10几公斤的东西倒进去吗？哦，那个太重了，是不是？那算了，你应该10几公斤太重了。好帅，好帅哦！这个找的是猛男哦，都是猛男呢。哎呀，你们讲这种话，无非就是希望我，就是说做这件事。哎呀，出来了！好，这个米饭蒸好以后，然后现在又压制成型，一个一个变成米饼一样。对。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已经闻到一些酱香了，然后我们这可能就要把它摆在旁边，让它稍微冷却一下。对。然后我们排满整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它放到-30度以下的急速冷冻库去把它结冰。它这样子立刻进急速就可以很保鲜吗？还是？因为我们是急速降温，所以它的整个水分这些都会保持在里面。对，像台哥这种国宝型的人物，也是会建议用急速冷冻。可以尝试看看。什么叫急速冷冻？好，等一下就可以去看包装了。好，走，好，来，去了 ，yes。有手套没关系，这是教学，怎么有套就没关系？讲的什么话？我手套。不是。咦，你们有听见吗？绝对可以，你看，可以。我请问一下，一般来讲，这边呢，这几个要用多少的速度包完才算是及格？我们平均的话，一个人1分钟大概可以包到10颗到15颗。一分钟包10颗到15颗，大哥，你一颗只有6秒的时间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。OK 啊，你看。我等一下会把这些打包给大哥。这些不能卖啊！我打包给你，什么货？拍摄成本。你
你知道 Christina 为什么会在旁边盯着你看吗？她希望你不要再包了，因为你每包一个，她就要送你一个，你把整个产线都拿走。没关系，你怎么知道我坚持要包？我是在替工作人员着想。哇！16个刚好了，好不好？OK 的啦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，想说可以跟我们喜生的董事长见面，因为我们这边大概一个段落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跟董事长见面也会有个好处。什么好处？多少要一点东西嘛，你们知道。董事长说：“哎呀，这边你都拿走了嘛，是这样的。”好，台哥，切给到一下。OK 了，切给到，哎，跟董事长见个面 ，OK。好呀，这个今天一天这个下来。我们都知道喜生的这个米的产业里面呢，它不只是米汉堡，它的东西真是多到不胜枚举。当然这些产品不包括其中这一位，因为他是产品的发明人。好，欢迎詹董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怎么会当初想到要特别从香肠又做到米，这个是什么概念？以前我们谈到汉堡都是跟面纹有关，对对，但是在我们在地的话，我们是以米为主的一个台湾，那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米汉堡？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最想问的一个是我们这个米汉堡包了以后呢，我们用微波或者这样的米 heat 以后，它出来的那个感觉口感还是这么样的 juicy。我觉得它是不是这个包装纸上面有什么秘密？这个是我们从日本进口的，是委托对方开发吗？对对哦，所以这张纸厉害在哪里啊？厉害在哪里？因为当我们蒸的时候，它的水永远是水蒸气，对水会对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里面是有不织布里面会吸收。我觉得你跟喜生企业真的非常有缘，发现他们公司两个很重要的技术都可以跟你有很密切的结合。怎么说？第一个是极冻技术，第二个是纸蒸笼。他都先把你急冻，然后把你救出来之后，就用做一个超大型的纸蒸笼把你包住，然后放微波，你整个人 juicy 就复活了。注意，这样好不好？ Okay. 最主要我就要告诉大家，喜生呢有这么多的米的产品，而且也帮我们这个台湾呢、啊，这个米呢再一次的发声，告诉大家说，其实台湾米是世界上很优秀的米种。台哥，我觉得这个 ending 很棒，可是我自己想问一个私人，你说要不要播不一定，我想问有没有可能，詹总是这样子，我们联名开发一个什么口味，然后我们用我们节目的力量来卖，因为我们大概只要做100包左右。如果你们愿意，我们是哇。不要是超完米汉堡，好不好？ Okay. 所以今天我真的很开心啊，能够看到这么多米的产品，而且刚刚詹董呢也首肯，我们可能可以帮我们开发一些木曜四超完的米汉堡，一起合作，好不好？米是我们这个文化当中的很重要的产物，我们要支持自己的东西。2019是我们全民饭桶年，饭桶了啦，大家当饭桶了啦 ，OK 了。看到没有？呵。芳蓉米厂何燕米冠军米，你们两个其实应该玩一下，怎么样说？你看我们从前面呢，生米汉堡，是下一站就来到了米的源头，你要跳一下来这边。我跟你讲，没有什么跳不跳，就是直接就是来了。它不会穿帐吗？很简单，我们来到是个碾米厂，所以它是刚刚脱完壳的紫米，我是脱完壳的绿米，你是瓦沙米吧？绿的。之前我们已经拍过了，叫做《稻米的一生》，请看。稻米的一生，看，不要看吗？要不要说什么？我想要插稻，没有，我想要中央，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插稻跟中央关你什么事？我来。碾米是什么意思？像这样子讲就讲，不要那比，就这样，也不是米，不，你听我讲，怎么了？碾米其实不是这样压，它是这样抖，这样抖，脱壳，脱壳。好，现在考你一下，碾米的台语怎么讲？两倍。嘎逼，他就嘎鬼，嘎，就这样，咔啦咔咔咔咔，对对是这样。所以你这样咔咔咔咔咔，快就变这样，快就变这样。哦，是这样子，一包米就出来了，是这样子米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，台湾是鱼米之乡，是一个米的王国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好好看一下，我们这家碾米厂是怎么样嘎嘎出这个冠军米的。要问一下学姐，欢迎。黄姐姐，黄妹妹，欢迎。这个碾米厂呢，它的这个种稻的这个手法也跟人家不太一样。按照剪，我
湾的蚕来对起鸭，用鸭来替换做农夫。哦，所以其实这个鸭稻的这样稻鸭哦，应该叫稻鸭还是鸭稻？稻鸭。稻鸭这个种稻的方式有很普遍吗？台湾有零星几个地方都有了。成本高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它照顾鸭子很麻烦啊。哦。那现在怎么样？是不是都已经聊到说稻鸭共生？稻鸭共生。是，可以去看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会不会天气这么热，过去他们已经一鸭三只在那边准备好了？会不会这样？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看一下，现在直接看鸭稻共生了吗？看一下之后，我们再试吃一下說，说用这么好的米，可以做出一些什么花样，可以试吃一下。来 ，check it out， 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去看鸭稻共生了，但是我们到鸭稻共生之前呢，这个来到一个这个算是米的博物馆，里面呢有很多的米食，赶快买下来。哦，好多米制品。旁边坐的这两位可以说是我们米界中的奇老。耄耋，耄耋的意思就是九十高龄的意思。这拢做不得，客厅公伯啊。好，恭维几位，都是咱的昆兵伯啊，掌声鼓励起来。是冠军米的得主，隔壁这位昆兵伯啊，因好朋友啦，文林伯啊，讲到这样呢，过了节，我跟你讲啊，可以说现在全台湾哦，会开牛车的，这真正特懂哎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，牛车很难开的呢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希望呢，文林伯能够载我们用牛车哦，载我们去这个田里面看一看。那昆兵伯哦，这贵你公以这把揪哦，哦有点看不太清楚啊，但是我们要问一下，哎，再问女主持人央央啦，啊，你看有看水不？我做水。好。他俩嘛，他回答的时间大概连0.5秒都没有，他挂啊挂啊挂挂已经够了，赞啊，国民妹啊！来，我们现在开牛车去巡田园呐，好不好 ？Check it out， 行。哎，外公，坐牛车去哦。我跟你讲。我上一次坐牛车啊，好像是我8岁的时候。跟你说，我这辈子还没有坐过牛车。是吗？对。要绊倒了，我一再本讲都要绊倒了。喂。好多鸭子哦，好可爱哦。放饭喽！来来来，出去出去，行行行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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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。Go go go！ 行行行，来去吃饭去吃饭。现在稻子稻穗哈已经长出来了，现在就是把稻子割掉。哦，懂了。所以他们现在只能在鸭寮这里面呢休息，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人家说生态永续。对，回家睡觉，回家睡觉，喂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嗨嗨嗨。可以在，可以在哦，嗯，可以在，可以在。来走。从来没有赶过鸭，有你带了一个鸭毛来做纪念，让你塞一个。不要管，我塞一个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这个怎么讲？鸭稻共生啊，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法则。学姐，我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一定要用鸭鸡不行？因为鸭掌它很大，它可以让我们的那个稻子的根往下扎根。对，它最重要的是鸭掌刺激我们的土壤的时候呢，杂草就不容易长出来。哦，聪明。好了好了，大哥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辛苦了一天，然后总算是呢把台湾几个优良的跟农粮署合作的厂商都介绍了。是。然后呢，在那边台哥呼吁几句，呼吁台湾社会重新拾起对稻米的热情，饮食文化有一些改变。但是我们要重新想起来说，其实我们是一个稻米文化的一个国家，我们要了解说稻米对我们的重要性。之前养的猪，今天改的鸭，都看得到。等下去吃一碗鸭卤饭，哇，感受真是啊！不不不不，不是这意思。今天不吃。我们感谢，刚刚已经吃过了。不要再哈拉了，别哈拉。现在要干嘛？你知道吗？讲讲。回去刚刚的米厂，我们现在要去玩一个，就是让你把米灌进去，带一个纪念品回家。这样子是不是？这样就完成了我们就完成今天的任务了，好不好？那快你说话，跟你。讲话，那你只要回答一个问题，答对我们就放过你。请问大葱鸭进化之后会变什么？
稻米鸭。我告诉你，其实大春要最后的进化是北京烤鸭，北京烤鸭跟宜兰樱桃鸭。桃鸭没有啦，感谢啦，感谢鸭子对我们稻田的贡献。呀 ，check it out， 不能卡，来帽子脱掉。怎么说？在那个危急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伸出你慈爱的手，给我。哎哎，我是不会漏看的。各位观众，我替你们讨回公道了。好了，现在是怎样 ？OK， 请给他。才老爷前慢。现在是在干什么？不是，我在想那个构图。只有小学生才会在文件夹上面写名字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不是，我现在画一幅画，然后呢？然后提一个字，然后呢？装一包米。装在这个里面，然后这个呢米呢，我们就拿回去木药毒卖，不卖的。我以为你好啦，大放送啦，抽奖送给粉丝啦，开仓正粮了啦，正粮了啦，就是这样，太凉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画一个，因为古人都这样，他会先在一张纸上面先临摹，有没有？比方说，我想画一只，哎，我看这样好了，好不好？这哎，我看这样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出一个主题，你出一个主题，对对对，然后你们两个人各画那个主题，漂亮漂亮。然后这两包米呢，我们就开放给观众慈善竞标，所有的所得捐助陈百祥慈善基金会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有另外一个比你还慈善的，慈善的哪里？台智源超级慈善基金会，台智源超度基金会。对，超级没有超度。那我要出题目了，出题目，请出，请出。压道共生嘛，压道共生，一定要跟米有关，我就出。插秧这个主题作画，是鸭还是秧啊？插秧，插秧，鸭。哎，好紧张哦！海先生，天黑之后这边真的没有办法拍了。再画一个鸭嘴。哎，你要鸭道共生啊？没有没有，我是说主题是插秧了，不是鸭道共生了。鸭，你不用鸟它，你直接画了。我直接画吗？直接画了。好难啊！太会画画哎，还是可惜。不太会画画怎么办？羊已经开始画了。你看，上面上面上面，我找一张鸭图，鸭的图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有太多的共同。爱吃，画画画的烂到极点。我画的比你好吧？最像的应该是台哥。我觉得画的真的太好，这两个已经算是世界名著。我跟你讲，范古在世也不过就是这样。我认同你，我说，因为范古是死了之后才 OK。呸呸呸呸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哎，台哥，为什么你要在那边签一个名，画一个图在这个包装上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好像这个东西是民众也可以来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，也可以这样吗？对啊，本来就是啊。如果我们有很热情的粉丝看了我们这一集播出呢，自己画了一个旷世巨作，然后弄了一包米，我希望你寄来我们节目里面看。如果我们认可你是年度冠军的话，我们就从台智源超级基金会里面拨奖金200万给这个第一名的粉丝。这个基金会刚刚已经毁灭了，毁灭了吗？毁灭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要去看那个什么叫什么？怎么把米灌进去？怎么把米灌进去 ？OK， check it out。开始。没关系，飞鼠冲力下来，不要被强电所刮伤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先起来。我真的到哪里都是做清洁工作的。我觉得我真的是，好，我以后不能再骂他们两个是革命党了，我也是革命党，哎。个人的一包米已经出来了，刚刚经过这个碾米，然后做米，然后最后自己 DIY， 然后自己画上自己的这个图案，你就可以做出你们家的 only one， the top the only the one the best。
好了，你今天知道了，认识了冠军米，知道怎么样怎么搞米，对，然后看了鸭，弄了米，对，高高兴兴的完成今天的所有的行程，这算一日游吗？不能算，因为最主要这个是农粮署一个很好的安排，让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全台湾呢有这么多很优良的米商，虽然说我们那个国人饮食的改变是不可逆的，对，可逆可逆，什么叫不可逆？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吃米汉堡啊，炒个饭也不错啊，对，所以常常在家里炒个饭呢，在家炒饭就生个乖乖，对，就 OK 了，然后就喜生了吗？然后你小孩就跟鸭道共生了，吃了吗？什么东西？对不起，抓在上面，抓在上面，好不好？这样会讲什么成功？一日农粮署没有成功啊，因为我们抢救木药大作战啊，抢救木药大作战，台湾米成功 ，check it out，yes。Yes！ 这个米，这个米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米有米有米有米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要抽给大家的，对不对？抽给大家的，没错。这个应该是真的压到了。要怎么抽？这幅世界名画被压到。这个米啊，已经很贵了，但是呢，加上这个画以后更贵。我们从25,000元开始起标。我靠！哎，这样好了好不好？我们从斗内的观众里面抽。抽了。可是因为今天超时了。我们下礼拜再念，然后我们会同时黑箱抽出两个观众，然后把这个米就送给那个。而且我们是非常黑箱的作业的，很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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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黑箱作业。我会直接抽给25,000的那个人。下周抽，别乱讲了，不要乱讲，真的抽了，我会真的抽了，然后下周公布名单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明天呢，我们哎，我们是几点？明天几点？12点。没有，11点的。11点。他是讲出他的行动啊。哦，怎么了？对啊。明天11点，我们就是算完了一天。你也会在吗？会啊，会会会。耶、yeah, ！我们木曜一家人聚在一起好多天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已经有人出了25,002一次，25,003次来卖，卖你啊！我们这包压到了，压到公司，真的压到了，9800万，9800万15次来直接卖，直接卖9800万呢，直接卖了，直接卖了。好了好了。还是可以吃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吃好一点。好，好了，就这样啦。OK， 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啦。谢谢，好不好？现在什么？可以多字幕了，不要客气、啊。那个斗内要斗内下礼拜念。告诉大家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好不好？谢百强，谢百强，谢大家，谢大家，不要谢我们自己人，不要。那大家就好了。好，特别感谢米粮俱乐部，米粮俱乐部是林鸟俱乐部了，米粮俱乐部，米粮俱乐部啦，无米粮俱乐部，敬业，敬业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不好？谢谢大家了，我们木曜吃喝玩下周见，拜拜 ，Keep， 哎，怎么那么好啦？哦，我们是木曜吃喝玩，每周四晚上9点直播，每周5更新 YouTube，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，粉丝团跟 IG 千万别忘记哦。